大家好，今天很特别，对我来讲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我第八本小书，我为它起卦，找一个最理想最好的书的名字，今天终于给我找到了，所以呢，我就把握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首创的那个当时数字起卦法，它可以把这个古习法摇钱法完全淘汰，非常方便，很简单，很容易。好像今天是2016年8月23日星期二，农历7月21，我起卦的时间是9:49，所以我把那个转成数字，就是2010年8月23日星期二，7月21，9:48，我起卦。我的习惯是，通常我用最后那个时间做我的动摇，所以呢，我就用那个9:48:16动摇六，这个是动摇，然后呢，随便选三个数字，完全没有规没有限制的，重复也可以随意。没有的你可以，好像这里没有四字，你没有什么五字，你可以用五字也行，没有关系的，完全随意的 random。然后呢，我就选三个字做我的三卦，所以呢，我就选了738除8等于2，就是对。第三组数字呢，就是又选三个，随意，没有什么的规定的。我选了219等于3，就离卦，这个是下卦，这个是上卦，这个是动摇。所以呢，我就得到了一个格之风火同人，天火同人。这是我的卦，我就占我以前我就对前我又也占了一卦，为了这个书第八本书的名字，我不断去找一个最理想的名字，所以呢，我就说我基本上我是说用上一次那个卦那个大纲，我再占，我改用这个因果与易卜为书名，是不是上上之选？这个是我卜问的东西问题，因为呢，这个因果呢是宇宙法，在佛教跟道教道教宇宙法则最高的宇宙法则就是因果律，因果易经也是很重要的宇宙法则，所以呢，我就把两个结合起来，就用这本书就探讨因果易卜，所以我就用它为作为那个书名，我就问这个是不是最上上之选，结果呢，我就用我的方法来起卦，当时数字起卦法起到得到呢这个格子同人，大家有空的话呢，你就把它可以写出来画出来，你自己去解。从我的角度来讲就很简单，因为
那个鸡成不上卦，所以用神很好。另外一点呢，就是元神也很旺。我自己呢，四爻呢，临老虎是权威，兄弟持世，就是说读者很多，朋友很多啊，所以呢，这个卦从我的角度来讲是蛮好的。这里我就介绍另外一个卦，这个是不久之前英国不是说要脱离欧盟吗？我也占了一卦，那这个就是我当时得的那个卦。得到什么呢？就是得到山水蒙之地水师。当时呢，报纸就介绍影响那个结果的呢，这个飘缘在老人那边，所以呢，我现在得到那个卦呢，就是父母克子孙，很明显，这个符合那个卦象，所以呢，大家有空可以把它写出来，了解一下。这是有关我的资料，大家可以参考。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国八仙，吕洞宾，三教之师，他给我的机文，我就问他，我们占卜灵准，得卦灵准，是不是有神明主理的呢？那这个就是吕祖给我的机文，我也叩请问他，我做学术研究，我可以不可以用你的祭文原封不动做那个学术的证据登出来给人家分享？他说可以啊，所以呢，我就把那个吕祖的祭文做我第八本小书的封面。那这个就是我的第八本小书的封面的设计啊，因果与易卜，那个封面就是吕祖先是给我的祭文，他就说有神仙负责的，所以呢，那些无神论的人讲是什么什么方法，是什么潜意识，又什么实相感应呢？那个是他有他的说法，但是呢，我呢通过伏击问吕祖先师，他说有神仙，那个情况怎么样，就是随尊便，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啊。这个是李祖先我第八本小书的封面的设计。然后呢，我去问李祖呢，主要请教是学术问题。第一就是说神为土木这个千年之谜我解了，破解了，但是没有人敢拍板说我对或者不对，所以我结果我就通过伏击问请问李祖，他说我的观点对，这个是他给我的。然后我再去请教几个学术方面的问题，这个是他给我的一部分的基文，大家可以慢慢看。
好了，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就是我得到这个占英国脱欧吗？这个德卦，这个就是我今天早上为我第八本小书占卜的，就我问用那个因果与易卜做书名是不是上上之选？结果呢，德卦从我的角度来讲是上上之选。那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卦，如果你不相信神明的话呢，就不好说了。要是你相信有神明的话呢，这个卦就很有意思。我现在是上窑洞官化官林青龙，官鬼以前也和老人他们没有明确的说我们有神明，也和老人相信有神明，但是他们没有好像从我这个角度去切入去问是不是有神明主理的。现在呢，现在官化官林青龙上窑六窑洞，从我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我叩问那个女主先师，他认为我这本书叫因果与易卜非常好，就是上上之选。所以呢，他现在那个卦象呢，就是说官窑洞支持那个我的用神富瑶，就是说他支持我。所以呢，大家有空把它画出来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得见这个卦象是怎么样。所以呢，我首创当时数字起卦法以后，女主先师不断的勉励我，鼓励我向那个易卜发展，这个也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地方。所以呢，结果后来我就研究，我们搞那个占卜的不是有一句话说吗，起卦容易解卦难。所以呢，我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太极法拆卦，在我第八本小书我就会解释我这个方法是怎么用。当时是起卦法呢，在以前几本书已经告诉读者了，我全占那个世界大事全都是用我自己首创这个方法起卦，不再用那个古习法摇钱法，没有用了，只有用这个。后来呢，刚才说了，先是不断的勉励我向那个易卜发展，所以呢，我就研究搞到一个太极法拆卦。所以呢，这里呢，这个封面，女子先师说，除了神仙有神仙负责之外，我们要燃香，且为生辰岛，不是成这灵。一般我们说成这灵，这个还是不够，要深刻的要祷告，这样呢，结果会怎么样呢？照相验而良，就是说那个卦象很简单，简而轻，不会很复杂的。因为在我的方法呢，我就用一条动摇，只用一条动摇，所以呢，进卦不存在，六爻动或者多爻动也淘汰了，只用一条，所以就非常简单。再加上用女主先师指示给我们指示开示那个方法去起卦燃香生辰岛，这样呢，用我自己用我的方法就很简单。好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我为我第八本小书
占那个书名官鬼画官鬼上爻动龙，长生于月，土长生于月，土的日福非常旺。一般书来讲，官画官，古人就是说做官，现在我们不做官，我是普通小市民，怎么样解呢？配上这个龙又怎么样解呢？所以呢，从我的角度来讲呢，那个信息非常非常之简单，非常非常的明确，非常非常清晰。这个是神仙啊，我问那个女主啊，女主就这样子答复我，上那个父只有一条用神支持我这个书名。好，所以呢，你把这个两个卦自己画出来去解，就可以理解到用这个系统，用女子这个系统得的那个卦象呢，是说照相验而量，没有含糊的，不会那个好像一些的几条摇动啊，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解，没有，很清楚很明确啊。所以呢，我就把这两个卦，一个就是占英国脱欧盟这一个卦，马上就看得见，就是那个票源在老人的手上啊，父母克子孙，老人结果都左右当时的选举结果。后来今天早上我就再为我第八本书起那个卦，占什么名字最好，所以我结果我就觉得应该叫它因果与易卜，因为从来没有人将从这个侧角去探讨的，所以我就从这个方面去尝试。所以呢，结果得的那个卦呢，是从我的理解就是说，女主赞成这个书名好 ，OK。所以呢，我今天就把这个卦象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我这个是我当时数字起卦法呢，是我首创的，在这里呢。那大家可以看见女主给我一个基文，就是说宋后未见发扬，君宜既立是也。这是女主先是鼓励我向这个发展。为什么女主先是说宋后没有人加以发扬呢？因为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不是有刘伯温吗？有贺老人吗？但是从我的理解来讲，为什么女主先是用宋来做一个分界线呢？就是说他们这几位大师，他们还是站在卦里，解卦方面去做功夫，但是从起卦方面没有什么新的突破。你看我的当时数字起卦法非常非常简单，因为今天每个人都有手机电脑手表，什么哪一个时间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了啊，所以有没有什么复杂的条件，所以选三组数字，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不过这个是我的习惯，用这一套就可以起卦了。然后呢，为什么吕祖先是会说宋呢？大家知道宋朝有那个佛珠林，还有呢另外一个大师叫赵雍，
梅画艺术，自从以后呢，就没有什么大的突破，特别在起卦那方面，现在很多人还用卜筮法，主流的还是用摇钱法。你看，相对来讲，我这个方法多么简单，对吧？所以啊，这得卦也灵准。将来大家有机会看我的书的话呢，我里面有很多占世界大事的卦象，同样灵准。我只用一条动摇也灵准 ，OK 啊。所以呢，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得了这个卦，所以我就把它拍成那个视频，放上网，与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有兴趣。然后呢，你可以比较我这个方法，看是不是好用。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当时数字起卦法呢，淘汰已经可以淘汰那个卜筮法、摇钱法了。只是因为我是还是那个杨玉环，没有人知道，没有知道我这个方法。当他们知道使用过以后，发觉简单、容易、好用、灵准，同样灵准的话呢，这两个方法呢，恐怕就要退出那个历史舞台了。那这个是后话。今天呢，我就把我的方法，因为吕祖先师，你看他这的几个祭文，不断在鼓励我向这个医谱方面发展，这个也是我个人的兴趣的非常感兴趣的地方，所以呢，我就向这个方面法研究。所以第一几年前我已经推出的这个当时数字起卦法了，在第八本呢，我就用另外一件世界大事的卦例，就好像刚才说那个英国脱欧，还有那个不久以前不是有一个德国之翼飞机空难嘛，这个也是有用过。我有几个太极法，还有呢，我就把这个我的研究方向呢，数学的 set theory 极论结合起来，还有那个优选法，Optimize method， 把它联合起来，目的是什么呢？去发扬那个易卜的正能量，不是传统的七财子禄这么简单。我就已经把它推向新的方向，极论 set theory， 优选法。Optimize method， 我第八本书有很多这个真实的挂历，大家可以参考参考。这暂时来讲，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你就可以参考我这个当时数字起卦法，就可以比较这个卜筮法、摇钱法，把它淘汰了。要是大家相信女主的话呢，这女主有几篇祭文，大家可以参考啊。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